新台运，我们来去那边领双杯的柜子，我20尺两个双杯的柜子，跟着 JY 来去新台运领空柜。哦，来去领空柜去，过港隧道。隧道里面速限60，啊，最底下都有测速照相，最下面。我现在外面，怎么31度？我现在天气越来越热。真的好大，
要去新台运就是靠最左边，往116的方向。这边画圈圈都要慢一点，尤其是有背柜子，这边常常看地上这个痕迹，我就常常在这边翻柜子。OK， 画完圈圈之后，看到右手边，哦，这个就是新台运货柜场。我们来去顶20尺双杯的柜子，看一下有没有车，感觉应该是还好。上面写着台十空柜场。我们下来就要靠右。这边也有卖黑轮，卖给一些钓客。这边有钓，有人来这边钓鱼，海钓。那我有大肠、香肠，外饭面也有关东煮。我以前没有饭面，好那边。打瞌睡，打哈欠啊，不是打瞌睡。哇，这个就是平板柜。前走了，哦，要双杯，所以要把这个所谓的先开一点，让后面那一台可以来。哎，再去开单。台运好像没有再发围标的，下车牌号码。B 哦，好 B 在那边修柜圈。修柜区哦，那边那个小姐会拿一个牌子，空间不是很好。
在是要领双杯，他也是要领冷冻柜双杯。点呢？哇，一堆车！德翔的20尺柜在哪里呀？休柜区啊！真的好大，升高一点。
是很好啊，新手朋友如果来这里要小心啊，不要 A 到撞到啊。等他把那个平板柜夹掉，平板柜夹走，他会给我一个柜子。哦，今天特别热闹。开着拖车，高雄市区啪啪走。音乐系列之。JY， 我看我今天 po 了几个影片呢、啊。网路这么慢。
播了5个影片，再加这个就第6个了。夹好久啊，我就把这个平板柜20尺的夹出来了。外面35度，34.5快35度。新台运这个货柜厂算真的是蛮小的哦，有记得有来的朋友真的要小心啊。要小心，天气真的好热，要多喝水。啊，出来了，终于。哦，双杯的话，一个前面的就是柜门要朝前，后面的柜门就是要朝后面。终于背到2个20尺了，我们出站来去，我这边都要慢慢的开，有时候对高机会突然跑出来。哦，这边空间不是很大，你看还要闪对高机啊，我出站都没人。全部跑光光。来去出站这里，哦，检查柜子。真的是太热了，太热了。哦，柜门要开柜门之前一定要记得，哦，右边这个一定要进去。柜子有问题啊，关不起来。看一下底板 ，OK。哦，抄一下货柜号码。FCIU 571-2420，啊，空柜重，空柜重2180 ，OK， 这一柜就 OK。哦，你待会出去还要再整理。
所以稍微先，哦，就看到这个也要摸一下，是不是实力控狗的？哦，这个柜子都是刚修理好的，哦，这个一定有一个，记得这个门杆一定有一边一定要是扣住的，哦，不然你开柜门会摔倒啊。这柜是湿的，还洗过。湿的洗过，我们要上去检查一下。哦，好闷。哦，摸一下有没有油。哦，水。OK。纯粹是水的痕迹。哦，我们就一样，超柜号 TEMU568427八。哦，空柜重。2200，好，好，投单。哇，他那个绳子，他们这边有回收，好，给他放好，柜门先去给他关起来。好，待会这个还要绑绳子。这个就是双杯20尺柜，哦，洗个手，手都脏了。有 OK， 要等两分钟啊，等他做 OK 柜嘛，好柜嘛，哦，这个刚洗修好的，好，哎呀，之前那个小姐怎么没看到？对啊，啊，他做很久了呢，是哦。等这个单子，他说要2分钟哦。他们柜子刚修好哦，单子签一签就完成了哦。我先来把 GoPro 充电哦。以上就是哦，还要等资料，所以这个 JY 来等哦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